苍蝇们，今天给大家整一个竹节虫啊，这玩意儿非常神奇，一下就上来了。你给我抽的啊，非常好吃的一种海鲜啊，喜欢海赶海的双击加关注，看我直播。好多的餐友啊，小灿灿啊，说还想看看这个鞋垫子鱼凤尾鱼到底是怎么穿的，说问我硌不硌脚。我现在告诉你啊，它是一点不硌，一点毛病不犯啊，舒适大气。双击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朝阳，是魔鬼的步伐。摩擦摩擦，站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。一步两步，菜友们啊，海边发现一个大黑洞啊，咱进来看看里边都有啥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上面全是生蚝啊啊！哎呦我操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我去，里边有个大蜘蛛，老铁啊！喜欢菜友们大家好啊，今天是我们这里开海的季节啊，开海的时候老渔民们都喜欢过来撵一下这个鲳鱼啊，寓意着繁荣昌盛啊。祝福双击关注的老铁啊，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进达三章。